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第566面，566面，倒数第四行。从经文看起啊，一切诸天借机百千花香，万种祭药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这是这一篇最后的一段经文。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呢，表诸天供养啊，所以阿弥陀佛成就的功德无量无边，无比的殊胜，自然感得一切诸天，这范围扩大了，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天众啊，我们讲的欲界天、色界天，啊，不包括无色界天。啊，无色界天呢，他们不修行，他们也不去再修供养。啊，虽然达到最高的位置，他完全是自利。没有利他的这个念头啊，所以这一类的天在大乘教里面八难里头啊，它属于一种叫长寿天。为什么呢？它不修福了，它也不修慧了，它停止在那个地方，而且时间很长啊，停止了。这种状况呢，就是无明。啊，虽然他什么都不造作了，他都在无明里头。真正的涅槃是清净无为，但是他感觉非常啊灵敏。啊，也就是说他有知觉，他不是无知。而四空天呢，跟禅定不一样，它也是甚深禅定，它里面只有定没有慧，只有极静没有灵知啊，这个不一样。佛法里面最高的禅定，这就是大般涅槃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禅定。但是这个禅定起作用，众生有感呢，他能现身，他能现啊，所以说他有反应。四空天没有反应
啊，佛法里的禅定有反应，啊，所以说是众生有感，它自然就有应，啊，也就是说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现在所谓是有机体，啊，也就是说它有生命，它不是没有生命，在佛法里面说。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也包括四空天，通通都是有生命的。啊，只是四空天人不愿意反应。啊，你去赶他，他不应你，不理你。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诸天供养啊，就是色界天、无色界天人呢，都去供养。供养当然要有缘，没有缘到不了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这个缘分就是太殊胜了。啊，切记百千香花，万种鸡药，这就是他们带去的供养具。啊，用什么供养呢？香花供佛。啊，香花都是表法的。啊，花表因，植物先开花后结果。啊，所以花代表菩萨行门，啊，就是通常讲的六波罗蜜，这是花。啊，声闻缘觉菩萨福，这是果。花好。果一定好啊！我们把它归到我们现前的境界，现前境界，我们的心好，行为好，这就是化了。我们的果报啊，一定好。自身的果报是健康快乐，集体的果报，一个家庭啊，乃至于居住这一个地区啊，这是集体的果报，共业。这个地区没有灾难啊，这个地区非常祥和啊，人民会和睦相处，山河大地没有灾变，都能享受到幸福圆满。香花所代表的就是这些啊，我们闻到香就要想到戒定慧，戒定真香啊！啊，用香花来表法了啊，花代表六波罗蜜，香代表戒定慧。啊，现在说戒定慧，必须把后面两个字要连上去。意思才圆满。啊，戒定慧所对治的是
贪嗔痴慢疑，五毒啊。佛在经教上常常劝勉我们，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因为自身的灾难是生老病死，啊，医报的灾难就是居住环境种种灾变，啊，这是医报的，都是不善的心行所感召的，啊，我们不善的心行反应就不善，啊，有感有应，我们善的感就有善的因，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最好的一个对比。啊，西方极乐世界，佛善，阿弥陀佛在因地修的大行。啊，四十八愿无界修行，啊，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是心行的功德，自然成就了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啊，自然成就的，没有人去构思，没有人去策划，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去制造，自然成就的。极乐世界样样都是自然的，啊，你所需求的它自然就现前，啊，这就是佛常说的智性一处，达到了极致啊，达到了究竟圆满呢，才会有这种现象产生了。啊，我们今天心想，所以心想事成，怎么想也不成就，那什么原因？没功夫嘛。阿弥陀佛为什么想就成了？不但他想成了，我们到极乐世界，我们也想，他也就帮助我们成就了，真实功德了。啊，记住啊，四十八愿无界修行呢，真干呢。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如果肯真干，虽然没有极乐世界那样的殊胜庄严，我们也会有自然的感应。啊，不是真干，不是长时间，不行啊。啊，我如果不是遇到佛法，早就不在世间了。啊，到哪里去呢？肯定堕三途啊。那没法子避免的啊！遇到佛法，好处就是还听话，啊，还老实，还听话，啊，老师教我的，我真的依教奉行的，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老师开头就教导我，总的原则。就是看破放下，啊，看破就是明了，明了之后你就放下，放下帮助你更明了，啊，这总原则、总纲领啊，样样都要放下，样样都要看破，不但世间法看破，佛法也要看破，
为什么佛法不是真的？《金刚经》上佛说的好，法上应时，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佛法都要舍，何况这个世间？世间叫非法，焉能不舍呢？通通舍干净了，那个愿力、心力，它就起作用了。啊，这个作用就是自然成就。啊，我们在这么多年的修行，有一点点相似啊。啊，从80年代起，我离开台湾，到美国加拿大弘法，那个时候起就没有用过钱。啊，生活所需的呢，同学都给他准备好了。啊，没有用过钱呢。啊，样样都是人准备好的，所以钱对我就没用了，没用就得统统放下。你不放下，没用处啊。啊，什么人能用得着就拿去用。啊，自己没去做个衣服，都是别人供养送的，现在可以开衣服店了，太多了。啊，合适的别人就拿去穿去。啊，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是这样。啊，喜欢用的参考书，问一问，就会有人送来。啊，我向别人去想，没人送给他。啊，什么原因呢？我搞了60年了。啊，这是60年当中累积的功德了。啊，阿弥陀佛比我厉害啊，他五戒的修行啊，啊，成就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那我们从这个短短的50-60年期间，啊，所看到现在情形，想到极乐世界里面，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啊，我要修五戒，不跟阿弥陀佛一样吗？啊，五戒可不能中断。如果断断续续的，就麻烦了。啊，随着五戒的时间是，在这个世界轮回里头决定做不到。啊，因为你轮回，如果堕到鬼道、堕到地狱，你还修什么？天天受罪啊，那就中断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修行，中断的时间太长太长。啊，真正的人生遇到这个机会的时候，你还短短的几十年，要不好好的修的时候还不起作用。啊，这一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就会对于修学环境啊、修学的光阴非常非常珍惜。啊，一点都不敢浪费。啊，生活方面东西一切都随缘，有很好，没有也行，可以过得去。啊，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啊，真正严重问题是抓紧宝贵时间认真学习。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一转眼人生失掉了，不晓得到哪一道去了。啊，只有把这一句佛号念好，念到心里面一片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夹杂，这你就是保证往生，你才能去得了。没到这个境界，不敢说有把握啊，到这个境界，你可以说有把握往生。啊，是想到天人，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供养阿弥陀佛，供养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大众，这是多大福报啊！不是普通福报，能具备这个条件啊，即是送，就是带着礼物去供佛的、供菩萨的啊，持财于人啊，还有一个意思。我们自己出门去旅行，啊，带着钱财，带着衣物，现在讲行李，这也叫寄。啊，这是自己带着用的，啊，它有两个意思。万中寄药，啊，寄药是什么呢？今天讲的舞台表演。诸佛菩萨还喜欢看戏吗？你们读地藏经，地藏经里头有寄药供养地藏菩萨啊，所以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在中国大陆古时候这个戏院里头啊，寺庙里头都有戏台啊，戏台在哪里呢？就在大雄宝殿的对面，大雄宝殿下面是个天井，是个院子，四合院的院子，它的对面就是戏台。啊，庙会呀、啊，这个四季庙会呀、啊，都请戏班子来表演。啊，佛与这些信众们呢，同乐同乐，对，共同欢乐。但是这些表演呢，给诸位说，全是教育。啊，古时候没有这么多学校啊。人民怎么教好的，都靠这个教好的。啊，大家喜欢看，那农村人不认识字啊，哎，他看这些表演。表演的内容呢，忠孝节义。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表演这些。所以老百姓都懂得伦理道德，都相信因果报应，从哪里看戏上看来的呀？中国古代这些文艺表演是教育啊，不像现在呀。现在你看表演的内容，暴力、色情、杀盗淫妄，演这个东西，把人全教坏了。啊，所以古时候这是教育最好的一个手段，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老少咸宜。啊，小孩喜欢，老人也喜欢。啊，表演的这些节目，年年差不多都相同。啊，人家看不厌，听不倦。表演的逼真，表演的好啊，这一遍一遍的熏习啊，一个人从小长大，同一句戏，我相信至少是看10遍以上，他有印象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他就想到舞台上教给我些什么，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
啊，它是教育啊，所以文艺要回归到教育。中国教育自古以来啊，可以说到清朝的末年，虽然不重视，但是还是讲究啊，这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思无邪三个字啊，你让听众看到、听到、接触到，不能让他有邪思。啊，所以它的内容决定是与伦理道德、啊四维八德相应。啊，把这个东西在舞台上演出来。啊，古圣先贤他们做到了。啊，演出来给大家看，这生动啊！啊，所以戏院里面的戏台的时候，它是教育。那些表演的人是教育家了，啊，是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不像现在呀、啊，现在也是教育。把人教坏了，以前是把人教好了，啊，他也是教育，反面教育，负面的教育，啊，所以社会乱了，啊，地球上会有这么多灾难，啊，这是什么？山河大地的感应。啊，这不能不知道啊！经的意思不难懂啊，这些诸天啊，带着这么多供养具，供养毕佛是阿弥陀佛。接诸菩萨声闻之众，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啊，十报土的是法身菩萨，方便土的是声闻。啊，声闻辟支佛是方便土，天人是凡圣同居土。但是方便土跟同居土的大众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等同阿惟越之菩萨，就是跟十报土没两样。所以接受供养啊，前后往来，喜悦快乐，像赶庙会一样的，啊，都非常快乐。这一段是诸天闻法供养，下面这一段是总结。有在啊，啊，他们为什么有这种能力去供养？在下面说出来了。第一个，持戒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啊，这是48愿加持。所以他很容易到极乐世界来供佛、供菩萨。他之所以能得到佛力加持，是他自己曾经供养如来，善根相续。那这些天人，换一句话说，都是学佛的，
都是皈依三宝的，而且都是认真修行的。他有这样的功德，所以感得阿弥陀佛加持他。这一段后面，念老注解里面就说到了。我们看567面第一行，诸天能居如是殊胜供佛之福德因缘，这福德因缘从哪来的？没有福德因，没有因缘，你就不能供，不能去供佛，一定有福德，又有因缘。他才能到极乐世界去供佛。下面说该有宿印呐。念老在这举了三个。第一个是无量寿佛本愿加为。该有弥陀本愿威德加彼，诸天乃能恭以极乐大修供养，诸位要晓得，供养是修福啊！没有供养，福从哪里来呀？所以我们要懂得在这个地方学习。这些人。那个供养的心性，供养的心，供养的行为，那供养的有缘分呢？你供养真修行人有福报啊，你供养假修行人，你福报就没有了。不过福报没有了不要紧。他虽然是假修行，他来生呢变牛变马了，要来还债，还给你，所以不吃亏。佛门里常说嘛，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叫披毛戴脚还。他会还债的。所以供养不吃亏。那真学真修行的人说，他的福报就大了，所以你供养的福也就大了。所以供养决定是正确的。普贤菩萨教给我们广修供养，对于佛菩萨供养，这是敬天，敬重；对父母供养是恩天。对一切各众生供养是悲天，是培养大慈悲心，所以三种福田呢，这三种人都有福啊，这是说他有德行，有因缘。下面说第25。天人离境愿中也，48愿第25愿，跟这个有关系。诸天世人莫不致敬，所以佛有这一愿。诸天有缘供养阿弥陀佛，世人也有供养阿弥陀佛的这个缘分，弥陀有这一愿，但世间人的供养多半在寺院，在弥陀圣像前面修供养，那么这个修供养呢，一定要知道表法，如果不知道表法了，你所得的叫痴福，没有智慧。知道表法的意思，譬如最简单的也是最重要的，
供一杯水。啊，这是供养。这杯水代表是什么呢？不是给佛喝的。水代表清净心。啊，我们的心像水一样清净，像水一样平等。啊，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这个水是我的清净平等觉，我用我的清净平等觉来供养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所以不懂表法意思不行啊！啊，不懂表法意思，以为我每天供杯水，我对佛很恭敬。你看，一早我就水供上了啊，你所需要的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全搞错了。啊，所以不能供茶，为什么？茶有颜色，染色了，染色就是染污。啊，只能供清水，不能供茶。哎，那么最好是透明的，现在这个玻璃杯很好。啊，也有人用水晶的杯子，都很透明的，内外都看得见。啊，这表法就很明显。啊，这是水的意思啊，水是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其他的没有供养，这是最重要的供养啊。我们供养香啊，香代表是代表戒定啊，看到燃香，闻到香味道，就要想到修戒、修定、修慧啊，他让你提醒这个意思啊，也不是佛需要闻的，这个不是的，表法的啊。供花啊，花一定要新鲜，花一定要盛开，代表什么？代表六波罗蜜啊，因好啊，因好果就好。啊，所以可以供花供果，啊，供果是代表菩提，果证也就是代表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都是属于果，佛门修行的果德。啊，修什么证得的呢？修六波罗蜜，修普贤十愿。啊，阿弥陀佛在修四十八愿，啊，修四十八愿才得到阿弥陀佛的果报。最普通的就是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表这个意思的啊，灯蜡烛表智慧的啊，光明遍照啊，更深一层的意思，表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这是什么？这是三种布施啊！啊，这个灯明是三种布施的意思都有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光明是法布施啊，燃烧自己照耀别人是无为布施啊，三种布施意思都有。所以如果不清楚不明了，那叫白供养了啊，那全错了。诸天有文明
啊，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听到经文，啊，读诵讲解，他能够听到，听到之后他相信，啊，他爱好，这个药是爱好，啊，文明信药指大乘行人，啊，修学大乘的这些人呐，上界礼敬，啊，这些诸天对这些修行大乘的人，他都礼拜恭敬，又言能不礼敬极乐教主呢？对阿弥陀佛当然礼敬。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这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第二呢，他们这些人，这是讲诸天曾经供养如来。啊，可以说能到佛门修供养，都学过佛，都是佛门弟子，啊，善根相续，无缺坚固，生生世世有这个缘分接触到佛教，所以他的学习生生世世在提升。啊，我们今天学佛也如是啊，绝对不是这一生你才遇到佛法，你才会依教奉行，不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在学习，这一生又遇到了，啊，遇到当然生欢喜心，继续在学习。啊，那我们就知道啊，所谓上上根人不是天生的，上上根人无量劫修成的，我们只看到今天成熟，没有看到他从前修因的。啊，就好像我们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哎呀，这都毕业了，戴上博士帽了，你看这一个小时，哎，他就成为博士了。不知道他前面有研究所，有大学，有中学，有小学，有幼儿园，几十年呢才拿到的呀。那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对于上上根人就不去羡慕了。啊，为什么我们也有份？他已经毕业了，我还没毕业。啊，我还得要有一段时间，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呢，遇到阿弥陀佛会把你提起，啊，这是无比幸运的一桩事情，啊，我们自己要知道，要把这个机会抓住，啊，这个机会要是错过了，很可惜，那你还得长戒修行。啊，就不是很快能成就了。啊，表诸天能至极乐供养，皆因过去生中早种善缘。啊，已曾供养如来，并善能令此善根。这个善根呢，是坚固的善心。深不可拔，叫善心啊，相续无有缺减，故今复有如是深远啊。今天有这么好的缘分啊，你能够有缘去供养到极乐世界供养阿弥陀佛，这个缘太殊胜。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修行成就，这都是最好的榜样。啊，最好的示范。啊，我们的善心要坚固，决定不能被外面境界
动摇了。啊，外面的境界魔境。魔不是青面獠牙，青面獠牙的魔，你看到就吓到了，赶快跑了。啊，魔很会化妆，让你看到就生欢喜心，你跟他见了面就舍不得离开他，这个真厉害啊！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是魔啊！多少修行人一接触之后，全毁掉了啊！所以古时候，许多修行人一生都住在深山里头，不出来。不跟外面接触啊，什么原因呢？怕自己经不起诱惑，这一生退转了啊。这种做法是正确的，是对的啊，懂得保护自己啊，现在这种语言都少了。你在深山里面，现在交通方便，科技发达，深山古庙里头，它里头还有电视，啊，还有电话，还有网路，那就不行了。啊，真正修行，这些东西统统不要。过原始的生活啊，社会怎么动乱自己不知道，心是安静的，不受它波动，这个好啊。啊，人家问你，我天天天下太平，没事，好得很啊。啊，你要一接触这些媒体了，麻烦就大了。啊，才知道是乱世啊。什么都不接触，天下太平。你看，同住在这个地球上，同住在一起，我的天下是太平的，我的社会是安定的。啊，你们的社会还有很多灾难。社会不安定动乱，我这里没有啊，没听说过，不听嘛，不就没事了吗？啊，就懂得保护自己啊，我们常说现前的社会，从事于这些行业的人很多，电影、电视、啊，传播、啊，报纸、杂志，从事于这行业很多，他有权出版。有权他就演播，可是我有权不看，你不能拉着我去，我有权不是不参与，不看你的，不听你的啊，我有权天天在家里读佛经啊，跟古人做朋友啊，啊，这就是懂得保护自己。
肯施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助缘。那为什么贪心放下了？没有贪心，烦恼少了80%啊！哎，知道80%的烦恼从贪来的，贪要断了，就少了80%。啊，舍是什么？把贪舍掉而已，把贪嗔痴舍掉。啊，这叫真布施啊！布施再多，贪嗔痴还在，等于没布施。啊，那是跟世间人结一点缘，修一点世间福报。啊，那一点功德都没有。啊，能把贪嗔痴施舍掉了，真是功德。所以要知道，善心要照顾好，善根要培养好。世间善根，不贪、不嗔、不痴，再加上不傲慢、不怀疑，你的世间善根就圆满了。要相许，要不缺。这是跟诸佛菩萨建立殊胜的缘分。三者呢，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这三句话很重要，都是对善根说的。善根要修。修是修，习是落实在生活上。要用上，生活用到了，工作上用到了，待人接物都用到了，这是修习。摄取以致成就，摄是摄受，清净有德行的人，清净有智慧的人，向他们学习。这是摄取，一直要到自己有成就。什么成就呢？圆满的成就，就是成佛。没有到成佛，成就不圆满了。阿罗汉小成就，小学毕业。辟支佛中学毕业。菩萨大学毕业还没算成就，研究所毕业才是成就，大学毕业都不算成就。菩萨十地，十地菩萨是大学毕业了，等觉是研究所，研究所毕业才叫妙觉如来。他成佛了。等觉还是菩萨，研究所里头博士班的研究生没毕业。目标一定要定到圆满的成就。古今乃能以种种妙供来到极乐世界供养阿弥陀佛，前后往来，悉以快乐。这两句话是形容到极乐世界
供养的诸天人数之多，来来往往都来供养啊，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实，阿弥陀佛，智慧、福德的因缘无比殊胜，啊，这么多人来看他，络绎不绝，啊，根令善根增长。你见阿弥陀佛，去遨游极乐世界，决定增长善根。好，我们看底下一篇，大士神光第28，这个特别介绍极乐世界两位菩萨啊，观世音大士之。本品极显啊，本品显极乐大士神通光明，于圣众中啊特显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力生功德了，谢超于圣啊。他为什么超于圣？这两位菩萨都是古佛再来的，他们早就成佛了，跟阿弥陀佛有特别的缘分啊！阿弥陀佛成佛，他来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啊，成为阿弥陀佛的助手。你看，这都是教我们的教我们遇到一桩好事，别人在做啊，这个人不如，智慧也不如，德行也不如，他现在做这桩好事，他在领导，我去做他的部下，帮助他。观音实质就是这样的没有丝毫傲慢啊，谦虚恭敬啊，啊，让大众看到了古佛啊都来帮助这个老师，让初学的人看到这老师一定了不起啊！你看这些大德都来帮助他，都称赞他啊，都听他的，激发初学人的信心，帮助他们呢种善根，增长善根，这个功德无量啊！啊，决定没有蒙惑之见，决定没有傲慢。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啊，要能够委屈自己，奉承别人。啊，成就的不是自己。啊，成就菩萨度众生的功德，只要对众生有利益，啊，什么样地位，什么样身份，这个无所谓啊。啊，他缺少这种人吗？那我们去成道吗？把这台戏唱好，把这台戏唱得很圆满，让大家都很快乐，啊，这就成功了。啊，就这些事情，只有诸佛菩萨愿意干。啊，绝对没有说委屈，没有。啊，为什么？他四相破了啊，
世界破了，在他心目当中，一切法完全平等，没有高下。啊，是凡夫做不到的，他能做到。我们看经文，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语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这一段经文，我们念了之后，你们的汗毛有没有竖起来？确实叫人汗毛直竖啊！佛说的不是假话，彼佛国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那个里面的菩萨众，无量无边，不可称计，没法子去算数的。我们这个世界现在还不到70亿人，那连极乐世界小村庄都比不上啊。极乐世界人有多少啊？那些人可厉害啊，借习动识，这个动识就是天眼啊，变法界虚空界他都能看得清楚，动识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到，能不害怕吗？啊，彻听，一个动识彻听就是他们的天耳天眼，这叫三明啊，天眼明，天耳明啊，第三个是虚命明，你的生生世世他全知道，瞒得了谁啊？啊，你学佛是真学是假学他都知道啊，决定瞒不过啊！啊，八方上下就是方，再讲空间，去来现在是讲时间，啊，过去、现在、未来，啊，去是过去，来是未来，现在，这是讲时间，啊，八方上下是十方，讲空间。啊，时空之内，他全听到，全看到。啊，我们起心动念，甚至于自己还不知道，那个念头很微细，自己还没不知道啊，哎，他们都晓得了。所以你真正念佛了，一点点小的恶念都不可以有啊，你还能干坏事吗？你以为人不知道啊？鬼神或者不知道，佛菩萨没一个不晓得啊。其实在一般状况之下，鬼神都知道，
你怎么可以有我念？怎么可以有我心？怎么可以有自私自利？啊，人有自私自利是绝大的错误。为什么？他连因果都不懂。他要懂得因果的话，自私自利就放下了。啊，人所求的都是身外之物啊，财色名食睡全是外面的。啊，这些东西，命里有的，你丢都丢不掉。啊，他有时间因缘，时间因缘到了，你命里面的功名富贵呀，统统现前了。时间因缘没到，他不现前，不是没有。啊，到了不是横财，命里有的嘛。啊，你真正修善积德，啊，你命里有的会增加了。命里从哪来的？过去生中修的。你过去生中不修，你命里怎么会有啊？啊，绝不是你有什么能力啊。你能够得到啊，不应该得到的这些财富，决定不可能啊！用不正常的手段、欺骗的手段得到了，是损你的德，而且呢，你的财还打折扣。啊，你本来可以，你有1000亿的财富，因为用不正常的手段，啊，得到的时候你只得到一半，得到500亿已经觉得不得了了。哎呀，我的本事70%亏了一半了，自己不知道，很可怜的，亏折了一半了。啊，如果用很毒的手段。啊，害人的手段而得到的时候，亏折的更大，可能你只能得到1/10、1/10，啊，10之8/9啊，亏失了。所以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如果道理真懂得了，他不心里头不会再有这些念头。啊，财富它自然滚滚而来，来了怎么样呢？来了给大家共享。啊，有一些苦难众生，全心全力帮助他们，哦，那就不得了，你的财富就越来越多。啊，谁给我们做证明呢？阿弥陀佛就是最好的证明，一点私心都没有。啊，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国度越来越扩大越大，啊，里面所有一切供养是越来越多，没有限制了。弥陀每一个学生跟他老人家学习，将来自己成佛，他那个世界跟极乐世界完全一样，这就是极乐世界的膨胀啊，极乐世界确实无量无边呐！啊，每一个学生，这些菩萨们在极乐世界成就了，将来自己成佛建立国度，那都是极乐世界的分部啊。分部跟本部一样啊，好，一点差别都没有啊。
这是阿弥陀佛的愿望。阿弥陀佛绝对不是说我的总部要大一点，你们要比我小一点，没这个一样的。这人多了不起。一丝毫分别都没有。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动视天眼通也，彻听天耳通也，心意善恶，口所语言皆能知之。你看看你的心念头善是恶，口里面所说的他没有不知道啊，极乐世界人都听到了，都看到了乃至他心通知过去至死，乃虚命通，至现在及未来也属于天眼通此通能与六道十次生彼至死明晓无碍明了，一点都没有障碍。一切事有前定，前怎么定的？前面造的因，后头有果报，这叫前定。但是这种定，你要晓得。它不是一定的，它是活的。它会改变的。怎么改变呢？你每天那个念头不一样。本来是恶念，现在的文法转成善念了，那个果马上就改了。我们这个世界本来是美好的。特别是中国这个地区。千万年前老祖宗教的好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要感祖宗之德了。要知恩报恩呢，老祖宗的心清净，老祖宗的心平等，老祖宗教导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换一句话说，老祖宗肯定通通做到了，而且做得究竟圆满，这完全是信德，与自信圆满相应。在中国这块地方，世世代代相传。真的不是假的。日本跟中国往来，在历史上记载的，春秋时代就有了，也就是孔子在世的那个时候。战国时候记载就更多了。日本到中国去留学的人太多了。中国文化原原本本没有改变，一直到日本。到今天还有很多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到日本就感到非常亲切，回到古代了。
啊，很亲切。你看到这建筑，古建筑，啊，你翻开中国古书，都是先秦时代，啊，所记载的，在日本能看到。我来过这里多次，每一次都遇到有人问我，啊，徐福带队一些人。听说到日本来了，问我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啊，这个文化太可贵了。啊，这个文化是仁爱和平的文化。啊，全世界，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个族群，啊，无论哪个宗教，啊，不同的文化，你问他仁爱和平要不要，没有一个不欢喜，没有一个不接受的，没有反对的。啊，所以仁爱和平的文化可以救社会，可以救21世纪，可以拯救地球。啊，人人的心，齐心动念，都能守住伦理。啊，守住无伦、无常、四维八德，这个社会的动乱现象立刻就没有了。现在佛给我们说，科学家也给我们说，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啊，只要我们守住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训，地球上这些灾难也没有，通通能化解。啊，地球上灾难来的来源就是不善的行星，不善行星里面第一个就最不好的就是战争。啊，所以佛法戒律头一条不杀生。人只要能守一生，守住不杀生，什么样灾难来的时候，你都会避免。啊，为什么呢？你没有这个因嘛，你不会受这个果报。啊，杀生，众恶当中第一恶，我死。啊，杀盗淫妄啊，四大恶。啊，教育叫什么？就教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都从小教。啊，让小孩就根深蒂固，一生不敢犯，啊，不敢做这四桩坏事。啊，那这个人一生吉祥。幸福，啊，他一定会得到的。啊，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报。啊，决定不能杀生的。今天许许多多灾难都是杀人太多。啊，杀人有果报啊，不是杀了没事啊。啊，杀生的果报在地狱，地狱是受报，受报完了之后还要偿命。
你杀多少生，你要还多少次命，太痛苦了，苦不堪言了。啊，人怎么可以做这种傻事？啊，第二个偷盗，占别人便宜，能不能占到？占不到。为什么呢？你过后生生世世你要还债。啊，你要不还完，你的这些冤亲债主不饶你，你何必干这种傻事？啊，真正聪明人在这一生结怨释结，啊，过去这些冤仇要把它化解掉啊。啊，化解里面真正第一个方法，那你要是彻底明了，你不明了你做不到。以真诚心念佛，将自己念佛的功德回向给自己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啊，你有真修行，这种修行的功德可以帮助他念佛往生。啊，我们的愿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同，能做得到啊！啊，我们求阿弥陀佛加持啊，阿弥陀佛真帮助他了。啊，对冤亲债主要忏悔呀，过去我无知糊涂啊，干这种傻事，对不起你啊！啊，现在我明白了，啊，希望我们一同来念佛，来修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不能有一个恶念呐、啊！恶念没有，当然你就不会有造恶的行为。啊，有恶念才会有恶的行为。啊，化解灾难要靠这个。啊，科学的方法是没有效果的，会惹出更多的麻烦。啊，这一桩事情在日本，啊，东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圆满的把这个问题解答了，他至少能解答了十分之一了。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就是我们的意念，树木花草知道，山河大地知道，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知道，啊，何况极乐世界的诸菩萨，他怎么会不知道？啊，中国古人所谓舍目所视，舍手所指，这话是有理由的，不是随便说的。啊，你能够没有顾虑吗？起心动念，一切行为，天地鬼神诸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到哪里逃啊？你无法掩饰啊！啊，你掩饰是骗些愚痴的人啊！啊，真有学问、真有功夫的人，你都骗不过他。啊，人家见到，人家有修养，有德行，不说你，不闻不问，啊，看你起恶造业受报，啊，等于说他在看电影，他看你，
你在那里演六道轮回啊！什么时候你觉悟了？你回头了，肯听话了，佛菩萨一定来帮助你。啊，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叫无缘？你不相信，就是无缘。啊，你不能够理解，你不能依教奉行，都叫无缘，他不来，他不会跟你作对。啊，所谓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爱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佛菩萨清楚。啊。到你在三途受尽的苦报，你不想再受这个苦了，你回头的时候佛菩萨就来了。啊，那个时候就你得度的机缘成熟了，就这么回事。啊，什么叫机缘成熟？能信能解能行能证，这缘成熟。所以这一段经文说明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菩萨神通广大，不可思议。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右臂佛刹住声闻中，圣光一现，菩萨光明啊，照百有心。这是说菩萨的圣光啊，这个菩萨就是观世音跟大势至。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啊，这观音是指阿难被言，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圣光慎重啊，有顶光与圣光啊，顶光就顶上的圆光啊，这是顶光啊，圣光是全身放光啊，这叫圣光。寻是长度的名称，古时候八尺叫一寻。啊，下面有，又谭鸾寺云，礼舍见人，这就是一般相礼，啊，不简，简是简别，不简别，纵横长短，先为大家讲，我们把两个手伸出来，这就叫一旋，啊，这是中国民间都是这样说法。啊，也就是这个圣光一旋啊，就差不多就是两个手张开之后啊，整个身体有这个光明。学气功的人，他称之为气；佛法称之为光。啊，是一个意思。啊，他们能看到气，啊，或者看到光，像外国人叫磁场。啊，都有这个意思。那么声闻声光啊，仅即八尺啊，就是一旬阿罗汉。菩萨光明啊，这数千里啊，都光大了啊。我们用今天人讲磁场，用这个来解释比较适当。
啊，它有这么大的磁场。极乐世国土，一切菩萨威神光明，衔接殊胜。啊，肯定嘛，得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啊，自己真心真愿，真的依教修行，他们的光明肯定超过一般菩萨。啊，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但别有上首二尊，啊，这等于是阿弥陀佛的助教。啊，阿弥陀佛有2位助教，与一切众中啊最为第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其威神光明啊普照3000大千世界。此地讲3000大千世界，不是一个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应当怎么解释呢？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3000大千世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阿弥陀佛是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佛刹里面的6道众生。一个佛刹都不是，他当然是普照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的刹土，一尊佛的刹土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啊，这样解释才是正确的，也是真实的，这不是假的。这2位菩萨谢祖阿弥陀佛教学，2位菩萨各有不同的任务。观音菩萨教的是德行，大势至菩萨教的是智慧，啊，佛门常讲啊，解行相应，一个解门，一个行门。观世音是行门，大势至是解门，就智慧。啊，佛，一佛二菩萨。啊，佛门，不论是哪个宗派，哪个法门，供养佛菩萨了，都是这样供法，一佛二菩萨，啊，叫三圣呐，他是表法的，啊，这一定要知道，表什么法呢？表自己的法。佛给我们的关系都亲密，啊，佛是我们的自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学佛，头一个要承认这一点。你不承认自己是佛，你到哪一年能成得了佛？啊，你本来是佛。所以你成佛不难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是东方人往东方人教学，都是把那个目标告诉你，啊，第一天就告诉你，啊，你要成佛。我们中国老祖宗教人也是如此，啊，老祖宗教人，人心本善。啊，《三字经》上放在最先2句：“人之初，性本善。”
啊，那教育的目标在哪里呢？就是从不善的习性回归到本善，本性本善，教育成功了。本善就是佛，啊，跟佛家讲的没两样啊。佛就是本善啊。啊，所以教学头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才智慧，智慧跟德行可以互为先后的，啊，看人根性不相同，啊，先后不一样。在净宗里面，他把行摆在第一，戒摆在第二，啊，也就是重视行门。行门你先去做，做了之后再戒，再求戒。啊，华严就不一样，华严重视戒门，所以文殊菩萨摆在第一，普贤摆在第二。啊，先有智慧，再来戒，啊，再来行。啊，文殊是上首啊！啊，我们看着这个菩萨摆的位置，就知道这个宗派、这个行门，它是以行为主，还是以戒为主？但是戒中有行，行中有戒，戒行不能离开。啊，但是他有偏重，啊，净宗特别偏重在行门，观世音摆在第一了。啊，《华严经》上，普贤菩萨代表行门，文殊代表戒门，啊，净宗跟华严。普贤菩萨是一体，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所以极乐世界通通修的是普贤法门呐、啊。你看我们这部经，第二品得尊普贤，不就很清楚吗？那是讲什么？极乐世界呀、啊。极乐世界修行是得尊普贤的，那换一句话说，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极乐世界菩萨个个都是修普贤十大愿望。啊，十大愿望圆满了，你就证到妙觉果位了，就成佛了。啊，成的是什么佛呢？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没有一丝毫是不同的，找不到。啊，换一句话是，阿弥陀佛好像是个模型啊，到那边去，个个都是这个模型铸造出来。啊，那可以说是全都是阿弥陀佛，没有一尊佛不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尊呐、啊，阿弥陀佛是本人呐、啊，阿弥陀佛是你的自性啊。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他的威声光明啊，普照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的国土。
确确实实是稀有难逢、不可思议的法门。下面介绍，观世音菩萨，又名观自在菩萨，前说在观世人称念彼菩萨之名而垂救度，故名观世音。观世音这个名号着重在教化众生，观自在这个名号呢，着重在自己修行，着在众自利，观世音着重在利他，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自利利他了，都功德圆满。这个底下一句说呢，遍观法界众生，随其机缘而自在拔苦于乐，故名观自在。这是菩萨的德号。教育，重要的教育，我们从经典里面深深地体会到，深深地认识到，世出世间还有比这个教育更重要吗？找不到了。佛是我们的老师啊，菩萨是我们的学长啊，菩萨是跟佛学，没毕业，但是他的班级比我们高啊，等觉菩萨是最高的了，我们现在初学才一年级，他是51年级，比我高太多了。但是他还是我们学长，他没毕业，他毕业就成佛了。所以我们跟菩萨的关系要搞清楚，跟阿罗汉的关系要搞清楚，都是同学，先后同学，班级比我们高一些。教学里头最重要的德行，中国老祖宗知道，你看孔子教学，头一个德行，第二个言语，言语要会说话，不会说话的人容易造口业，口业很麻烦呐。古人说得好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意思就是，说话不小心惹祸，给人结怨呢。所谓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个就麻烦了。他听解错了，解释错误，错误了，结下怨仇。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人在世间也是不能不谦虚，不能不忍让。这是心得。而谦虚忍让，保全你的德行，也展示了你的智慧。没有智慧做不到，没有德行的人做不到。
对于没有德行的人，更要谦虚，更要礼让。为什么呢？没有谦虚的人很容易结怨，不能跟人结怨仇。要格外的谦虚礼敬。所谓是，宁可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小人记恨，他将来要报复你。君子有德行，你得罪他没关系，他不记仇，他不会责怪你。这都是古圣先贤的千年万世的经验的话了，不是随便说的。累积的经验教训呢，我们不能不学。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中国把古圣先贤的教诲丢掉大概200年了。从清朝慈禧太后到现在差不多200年。慈禧太后执政，对于古圣先贤、老祖宗、佛菩萨就很轻慢，那不重视了。你看，历代帝王都是三宝弟子。都孝亲尊师，尊重佛菩萨。只有他自称老佛爷，把佛菩萨都贬低了。他是老佛爷，高高在上，上行下效啊。他这样做法，让底下这些大臣、民间，对圣贤、对佛菩萨那种恭敬的心啊，慢慢就降温了，就衰了。满清亡国之后，中国社会一直动乱。所以儒释道衰了。二战之后，儒释道几乎在中国社会听不到声音了。社会怎么会不乱呢？日本的情形也不例外呀。至少也有200-300年了，衰了。这边有一些出家人告诉我，400年前日本的出家人跟中国过去这些祖师大德没有两样，对教理认真的学习，通达明了，依教修行。日本有13个宗派，中国10个宗派，它有13个宗派，都有辉煌的成就。这些祖师大德，他们著作非常丰富，特别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这个研究深入，比我们中国殊胜。他们的古德注解有20多种。这主流。次一等的可能还有10几20种，那么在中国只有2种。
啊，可是现在衰了，没人学习了，没人讲解了。啊，念的人可能还有很少。啊，对于圣教怀疑的人很普遍，越来越多。啊，甚至于很多人都问，极乐世界真有吗？你相不相信？如果有人来问你，你怎么答复他？最好的答复，最有智慧的答复，你问他：你做过梦没有啊？他说：我做过梦，那就极乐世界就有。为什么？极乐世界是你自心变现的，梦是你自己变现的。啊，告诉你，六道轮回是自心变现的，阿鼻地狱是自心变现的，这不是从外头来的。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啊，你心里想有就有，你心里想没有就没有。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就有什么。啊，那今天人，这个世间人想什么？都想的是财色名食睡，都想的是杀盗淫妄，啊，那不通通都想出来了吗？那你值得受啊。啊，中国在古代，上古时代。啊，周朝以前，人民淳朴，真正想的是伦理、道德，他最想的这些。啊，所以这个世界安定啊。啊，周朝800年了，啊，商朝将近600年了，哎，夏商周，啊，之前那个社会多么美好，为什么呢？人心好。没有欲望，啊，往后这世世代代欲望起来了，距离道德就越来越远了。到今天，连理都没有了，道德、仁义、礼全崩溃了。啊，古人所说的。如果这五样东西都没有了，这世界就乱了。说的一点不错。啊，我们要把世界再恢复成正常，从哪里做起？从礼仪做起。啊，国家、社会提倡礼仪，每个人都懂礼。每个人都行义，社会就慢慢趋向安定。啊，所以我们取了儒家四个字了。啊，这是在外国。啊，汤恩比说的，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需要孔孟学说，那孔孟学说是什么？我们提出了四个字，越简单越好。啊，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我们就取这四个字：仁、
义忠恕，能把这四个字做到了，社会就安定了。社会安定了，地球上灾变就大幅度的减轻了。啊，大乘佛法，真诚、慈悲。啊，所以汤恩比说的没错啊。啊，确实能够帮助这个社会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再恢复到安定和平，不是做不到，能做得到。啊，只要把所有的教育都不违背这八个字。啊，儒家的仁义忠恕，啊，佛法的真诚慈悲，这八个字。好，今天时间到了。